大家好，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新的一轮十二年的开始。我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春节原本应该是一个合家团圆、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非常喜庆祥和的节日，但是今年的春节，我们却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情况和考验，也就是现在的新型肺炎的问题。很多地方人心惶惶，我虽然身在远方，这段时间一直处在一种独自进修的状态，但因为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的状况和心情，所以想借大年初一的这个机会说一些话，希望能带给大家一点鼓励、支持还有帮助。佛陀曾经一再的告诫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幸运，但是同时生命又像水泡一样非常脆弱，很容易破灭，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和把握，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善用这样珍贵和而短暂的生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能荒废。所以当我们现在正处在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体会和思考生命的可贵和脆弱，用心的去感受生命的厚度和温度，从而能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要好好用心的去体会生命的无常短暂，但是又充满了机会和希望这样的一种状态。除了无常之外，因果的概念可以说是佛法的根本。比如对于现在疫情的这个状况，如果我们找不到病因或者确切的传播途径，可能我们就很难去彻底的预防和根治这个疾病，情况会变得很难控制。但是在这个病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想过事后会发生什么，或者后果会那么严重。即使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很无知的，所以因为曾经的一个举动、一个选择，现在就会感受和经历它所产生的后果，这就是因果的自然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通常比较在乎眼前的事情，仅仅是用脑子简单的想一想，眼前看似很好的选择或者情况，实际上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问题和危机。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说要用心去想，不仅是脑子想，而是一种通过感受
而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比如说一个人生长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全球气候变暖，他生活的地方热起来了，他觉得是好事，终于暖和了，但是实际的状况是不堪设想的，是大难临头的征兆。所以呢，有一句话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要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想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三思而行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看似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但是实际上任何时候我们都和大自然息息相关，大自然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我们需要的，我们同样应该照顾爱护回馈给大自然，这是一个循环。仔细想一想呢，自然不仅仅是绿树山河和花草，还有各种动物，可以说是万事万物，大到宇宙，小到一个小虫子。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对待每一棵树，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高山流水，我们都应该怀有敬意，尊重和爱心。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样东西是大自然之外的，所以随时随地我们要有自然和环境的意识，去深刻的了解任何对待动物的方式或者对待自然的方式都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后果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遇到这样危险和严峻的情况，我们要一起面对和解决，不要感到害怕或者恐慌。现在通讯很方便，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息、新闻和消息，容易让人分心，更让人觉得紧张和慌乱。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在比较紧要的关头，一个小小的决定也可以关乎生命的安危，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同努力，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病情一定可以控制，并且很快得到解决。这次我有发表一篇新翻译的祛病消灾愿文，叫萨迦愈病。这篇愿文的作者是14世纪西藏一位很有名的大成就者，叫汤东加布。这篇愿文是藏地非常的普及，一旦有各种大小瘟疫的时候，大家都会念诵，但是在汉地很少见，所以这次翻译过来希望能有帮助，带给大家一些鼓励和勇气。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念诵比如不动佛心咒、观音心咒等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修法。总而言之，我希望不仅我们大家之间可以
互相鼓励，自己对自己也要充满信心，给自己打气。我们团结一心，我相信一定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不管怎么说呢，在新的一年中，希望大家健康快乐，顺心如意，鼠年吉祥。谢谢大家。